今天去参加志愿者活动，帮助盲人朋友看电影。前方红绿灯路口直行。让我也看看，在右边，马上就过来坐了。哥，过来了，不用担心。姑娘，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电影呢，是叫《小毛驴》。这是什么品种？其实你看到的老师，我放了一些站在羊的前面，吃着碗里的狗粮，小 Q 站在最外侧。啊，现在吃东西最重要，出去看看蛋糕吧。是啊。老头把碗搁在桌子上，然后他们来到院子里。这个卢太太打开蛋糕，白色的蛋糕。漂亮啊！你居然记得这只星星灯啊！我一直给你留着呢，小 Q。小 Q 到底不是一般的狗。我们小 Q 是在这里长大的，对吧？跑到陈太太跟前，知不知道啊？从你走了之后，再次的感谢大家来观看影片《小 Q》，我是这个影院的工作人员。然后现在，也不知道大家对这个影片觉得好看吗？好。我给您让他站起来，您摸他多大？来，土豆起来。哎，他的土豆，你摸他叫土豆。土豆不是一种菜吗？对，他你摸摸他有多大？他还小。今天礼拜一下午去游泳的天，行，你忙去吧。好，拜拜，放心吧，拜拜。